这种人呢、啊，他本身就带有这种使命，医生啊，护士，这个都是不简单，这种事不容易做。所以他你看那个护士不容易做，对，他们到最受苦的地方，他们就到那边去。尤其那个战地的那个战地的那个医生，哇，那都不简单，枪林弹雨中，你看在战地当中外面那个医生，那更多人会死亡。所以他们这个是英雄，因为因此他的爱心，是不是？我们在人间就给他弄一个叫做红十字，所以在世界的战争里面，这个红十字的我们不能去打他，就是这样，因为他代表的他有使命，他是奉着上帝的名，讲实在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那就是战地里面的那些医生，他不跟他在我们在战的时候，两边你看他对垒，但是在医生的眼光来看。他没有敌人，不管什么人他都见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他就是，所以这个菩萨是明慧道，他内心不会有妄为，见你的生命是神圣，只有这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所以恶意跟恶意不同，所以他就没有罪过。再来呢，畜生至于他到的畜生道，畜生无有无明交伴，那畜生他是从无明所幻化出来，无知嘛，我们讲无知。愚痴它会幻化成这种畜生道，啊，做那个笨智，然后就一个什么人，他跟我们人身体这个肝啦、肺啦什么都差不多，差不多。啊，但是我们人，我们道很多种嘛，我们人是顶天立地，啊，他是背天而行，是不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因为他上一辈子可能他的一种愚痴、愚明啊，太多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就视线。以这个众畜生道为他的一种投胎的一种业道，这个是完全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被往生到那边去？啊，上次有人就在华会问老师了，说我们为什么人生都一样，但是为什么人既然跟你们为什么有的人的辩论不同？所以我们老师就跟那个班主任就说，其实他要去投胎的那一刻，他都是最清醒的，他会选择，因为他自己的业力，他认为那个是最好。他会认为那个最好，这个往往是一种业力现前的事情。这个是这样，我们又叫做拜月往生。他喜欢那个，比如说你在人世间也是很多人，你说什么很多那种场所，那很多人他都会喜欢那个去。你说我们吸毒不好，那个有人他都喜欢去。你说赌博，那有人在那个赌场，就是他都喜欢在那边。这个我们叫做海边的金小金，其实这个是一种自己去的，没有人。然后，所以往往是他的内心所选择，因为他的内心的无知，他内心的无明，而且他在临终的那一瞬间是最重要的。他临终还是这么样的挂碍，还是这么样的无知，还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财产啊，可能这个还是在手，这个，对，还很多想不开，他一定很多这些五当官，有吗？那这个五当官可能就到第一期，那这个想不开可能就是到畜生期，就是这一点。啊，所以他就很清楚，很清楚，完全是自己所选择的。所以他到了这个畜生道，但是到畜生道，我们一般的畜生是有无明有交伴，但是现在的这个菩萨有时候他啊还要视线要到畜生道去跟畜生啊讲经说法，有啊，像过去释迦牟尼他不是有吗？这个他变成那个烟啊，到那个烟去那边。所以他到每一道都去，那这样讲起来，这个那这样讲起来，那不是轮回了吗？轮回，那这样不是在轮回吗？其实不是，轮回跟随顺随缘，其实就是差一点点。这个轮回就是说你自己的无知啊，自己的一种无明，所以因为自己的不安啊，所以产生的分别妄想。因为我们有了分别妄想，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叫无明闲事闲事无明，然后分别妄想，随着这种业力这样子去的。这个有了身心，我们的心的无知执着，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身的一个受胎，然后你就往那边去，然后去承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业力，这个叫做轮转生死。但是另外一种，它不叫轮转生死，它是叫做不变随缘的，是不会随顺。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水，
他通达他们的那个怨气，他也到厕所去啊，你不能够趴出去那边淋水，不是？他要不要到水，他不能够去，怎么去到厕所能够去淋浴厕所？是不是？你要到洗衣机，怎么去洗衣机那边洗衣服？你要到菜缸里面，那怎么能够煮菜？就要看太阳，太阳有没有照在我们、台湾？那我们、怎么能够？但是他也要照到日本啊，也要照到美国，是不是？所以他是平等，平等当中，然后他是随缘。加倍的，是这样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太阳也在轮转，月亮也在轮转，是不是？但是它在轮转当中，它不以恶心，它是一的，所以因为它不以恶心，它就没有生死相，因为它虽然现象界好像有轮转，但是太阳、月亮，是不是？对话当中它还是不变，加上这个水它怎么变，要流到哪个地方去，变成冰棒，变成这个冰淇淋，啊，变成了这个水蒸气，它变化了。这个变化当中，它还是这个本性是不二，那本性不二，然后它是利益众生，它是以利益众生为它的一种天命的一种使命，是不是？所以这样的，那菩萨也是这样的一种心量，所以菩萨他这种心量，因此他才能够以32种这个化身啊、到每个地方去，所以观音菩萨他会变化很多啊，到每个地方去，这个叫做处处观世音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千处祈求，千处愿，你看他要愿，他愿众生的需要，所以他到地狱要愿地狱的众生的需要，他到地狱，对不对？到畜生，他要愿畜生的需要，他愿畜生，为畜生说法，是不是？可能在很多的禽兽当中，可能他是视线一只狮子，所以他在狮子那边就是变成众兽之王，然后他在那边跟他讲这个说法，这个是人的愿讲的，他在那边就可以劝化他们，叫他们不要那么暴力。是不是？所以这样，他跟我们一般的一种业力，然后落入畜生道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一些的畜生道，那也是有菩萨在那边说法，在那边教法，教化那边众生，这个叫做随性。所以他在随性当中，他是了解分明的，因此他没有这种跟畜生的那种无缘交换。那种骄傲傲慢啊，因为无明无知骄傲所幻化出来的，这个是没有。所以地狱道它是称有的称谓，称谓叫做地狱道，无知叫做畜生道。然后呢，这个贪呢，我们讲贪嗔痴，这个贪，我们讲人不会提天诛地灭，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一毛不拔。所以这样子，它就会视线这个叫做恶鬼道。我们在二轨道所描绘的，就是说他的脖子是细细小小的，吃药吃不下，啊，肚子又饿得胀胀，胃也很大，啊，怎么吃都吃不饱，那个叫二轨道。就好像人的人心，我们讲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连一大象都会吞下去，就可见他的欲望，欲海无穷，欲望无穷。所以这样子，他就示现出来，他是这个啊二轨道。但是今天你菩萨他也要到恶鬼道去跟恶鬼的众生讲经说法，是不是？你看那个当初不是一个路人救你吗？那么他妈妈就在恶鬼道里面把恶鬼道给救出来，所以才后来他这个依然崩溃，就是因为他吃就会化成火炭，吃不下去，所以在那一天他就可以来吸引这些恶鬼来吃，恶鬼就要在他那一天借着这个佛的一种加持，是不是？所以在依然朋友当中，恶鬼道他那边才能够吃，这个也是我们念咒人的一个孝心，是不是？这个在佛教里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中国讲孝道，那在佛教里面就是有这个木人咒所引发出来的这个依然朋友，在七月有一个中人普渡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布施啊，换恶口的，就是他们都讲这些东西，还是做那个。水陆华会的，是不是来超度啊？来供养这一些的，也给这个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啊，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在恶鬼道的畜生，他是贪，但是你现在到恶鬼道去跟他们讲经说法，他本身就没有贪，因为他具足一切功德，是不是？他都是布施的，他是布施。转过来，他才能够去度那个贪心。好，这个叫做三恶道。那现在呢，如果他往
天道去，往天道去，到了色界，无色界天，是不是？我们讲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都是属于天道，比较高远的天。那比较高远的天，它对不原生，也到那个天，因为天道的人呐、啊，天道的众生，他会自己有骄傲，因为他的福报比较好。一切都是金光闪闪，是吧？我们很多人去游很躺去，那其实都是一种色界天，而且它都是金光闪闪，然后这个彩吃的什么琼浆玉液啊，都是仙桃，都不是有人在去粗糙的。所以那边的众生反而会有这种傲慢出来，会显出骄傲。所以你到那边去教导那个天界，因为佛是天人之师，到天界去告诉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不要认为他是最精神的，还要谦虚，还要再修行。然后现在转过来，我问，甚至有时候为了这个叫做和光同时啊，好像我们同流而不合流。我们中国话来讲，这个叫做柳下惠，和甚至和而已。但是这个和而已，我们人为了要跟众生相处在一起。众生当然是一种贪欲的一个世界啊，大家都在贪欲的世界。比如说我们到股票市场，对呀，那是一个贪欲的世界。股票市场是一个人肉市场，大家都是强弱斗强死的一个邪教。原来就是这样，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那今天我们也要在这里面，是不是？也要我们跟这个贪欲的这个众生相处在一起。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自恋清高，我们并没有自恋清高。我们一样要赚钱，要上班，所以我们也要当股票市场都有啊，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一直的贪求一样，我们跟他们会认识一些朋友，那认识朋友以后，我们来要对他们求道，所以他可能你交给他，你给他一个告诉他一个名牌啊，这个他最喜欢的啊，你常常告诉他，叫他怎么赚钱，他最喜欢。那因为这样，你带他来求道，可能要固化这种。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叫做世贤贪欲，但是你一定要找本身是没有去找，但是是就叫做我们身在尘，但是我们的心是明明就是尘埃，这个叫同流不合污，这个不容易。在我们世贤称谓，一直在我们身里无有晦暗。我们了解到这个世间，那有的是彼此啊，有这个不惹不合的。你看我们在这个社会交通的混乱。那因为交通的混乱，一个停车，一个塞车，是不是？大家彼此就互相冤骂，冤骂出来。然后有时候我们看有一些立法院的这些人，好像都是骂来骂去，好像都感觉上他们好像在都骂来骂去，而且都有错觉，是不是？在那边好像是称谓，大家都脾气都很不好，而且就在那边都打起来。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其实是很多不可思议的菩萨。在那边，他为了他的使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这样，那其实也许是一种恶意的一种戏啊，甚至是一种演戏啊，他不这样的，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是不是？所以他其实他内心他不会气，你看他好像在打，好像在骂那个官员，其实他并没有发脾气，而让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这样的你要了解，这个很难的，这种角色很难办。你因为你要到像立法院这样的一种角色，我们讲这个叫做半黑脸、半白脸，因为你要半黑脸，要半黑脸的这种角色多尴尬，是不是？所以表面上他虽然你看那个包公啊，表面上的人很凶，其实他内心也许是很慈祥的，看不出来，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他一只众生是没有这个嗔恚爱。然后事情愚痴，而你智慧调无期限。我们有时候又好像要不就是愚痴的众生。什么叫愚痴的众生？就是我们这个斤斤计较啊，跟这个菜市场的这一些欧巴桑。当然不是说欧巴桑是比较斤斤计较，但是啊，毕竟因为他买菜嘛，有时候多一个葱，有时候多一个买多一个姜就很好，是不是？那物价也很贵，他确实是很难。所以好像是为了一个小事在斤斤计较。那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在菜市场去啊，跟他们啊相处在一起，是不是？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在菜市场里面，也在这个红尘很深老的这里面，好像我们也在跟他们啊斤斤计较，好像我们也是很愚蠢。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你不住在寺庙里面？我其实这个关系
的这种菩萨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道场，因为你在那边才能建立你的道场，你才跟那个很接近，很接近。真的，你那个大学教过去跟他是欧巴桑，啊，跟他太师讲那些，我看你讲的太容易了，你一下子到北大非常大，啊，一下子这个中庸金刚经，那个法门，是不是？而且你把它听来比，那还没他好，那还没这个他爱懂，啊，不能爱懂，阿里公道，讲实在的，就是要放下身段，这个没有什么身段不身段，这个菩萨就是这样子，好。因此呢，他在那个呢，他其实他念念都是众生，是不是？以智慧来调伏他的心。然后呢，我们能够一样的事情兼攀，而且乐外所有，不惜生命。好像我们大家众生不是都会贪一点小利嘛？但是这个贪一点小利，我们要还是从这个利，所以我们不从这个利，用这个利来引导他，有的人是用理来引导他，有的人用利来引导他。所以你看我们道场是怎么样，要计较功德啊，是不是？还计较这个功德有啊？你看老千人上次不是我们要破红说啊，但是要去争功夺功，这是你要啊。所以你刚开始，比如说我们讲对一个人一分功，那这个都是一个很有为了利的打算。这里一定要告诉我们的新道心，我说这样有功德，这样有一分功，对不对啊？你来这边擦个桌子又有一分功，是不是？你去厨房还有一份功，这样他三进功，他才很快就满了。那如果你通通没有功德啊，实无功德，那么还有谁会来做？是不是？哼，你还是要跟他进进进进进进，然后叫他不是以前了凡四训吗？啊，叫人家叫你做什么好事，你要做坏的，人前坏的，人前坏的，然后果然没有多久，他的命运就改变了。这个讲出来就好像那个算盘啊，那就每天在。圣华牌香而已啊，你说有两万男女，那圣华牌香的啊，做一件好事有钱一块，做一件好事有钱一块，那是好的。我最近要看到一个在坐公车，然后看到一个人拿个计时器，拿个计时器，然后他们拿着那个念佛号，那我看到他这个人，因为他超过不可以的，他被要偏离，他今天他只能够，对吧？他只能够1000次，他就他刚才很努力，对不对？更狂起来，是吧？你说起来他很愚痴啊，说起来他很执着，但是其实佛法跟靠这些人在维系，我们讲是这样，要盖掉都是这些人才盖掉，应该可以停得掉。我刚才没，你斤斤计较一下而已。你请单子过来，我把它提清楚。是的，这个讲对，所以佛法，我上次去新加坡啊，我说我们为什么这个东南亚都是享受佛法呢？他告诉我，其实佛法虽然大众没有错，虽然讲禅宗没有错，但是毕竟这种人太少了。其实真正维系佛法是享受佛法的维系，那个出家当和尚的那个泰国和尚，整个国家都可以当和尚。那他当然都是计较，因为他认为当一个和尚可以抵消多少业力，当一天的和尚可以得到多少功德，当一天的和尚对他以后可能他会得多少福报，所以他才大声要当和尚，拼命想当和尚。那因为当和尚的这点好处，那个布施给和尚的，你又可以得到多少好处？所以你想讲这个利，大家都很计较。所以到了一到了泰国，各位如果去过泰国都知道，那个泰国人哦，为什么布施那么多？其实他就是这种。他们认为这种功德最多，就好像你布施一大早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煮好饭、煮好菜、最好的饭菜，然后跪着，然后来布施给和尚。他就把最好的到那个泰国人不是很有福气的，但是他的庙都金碧辉煌，他每一根火都贴金的，没什么那里为什么大家看到成这尊，有大家比尊能比尊多了，因为他整个金贴了好几层，他都最喜欢去贴金。最喜欢是贴金，就是这样。所以一片片的一小金箔，可能他就要一分功，所以他就这个。我们讲世间人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讲这一些，要事前健康。所以你也说哦，那我这个很有功德，你要告诉他我这个很有功德。好像表面上你很贪，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是为了要教导他们，要引导他们，因为他们真的用一下你用大声的话跟他们说的话，那你用这种小事。用这种事上这种斤斤计较，因为众生你要从地狱、从恶鬼、从畜生道的众生，然后要使得他们能够大智大悟到成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不是要累积的修行，你要一点点善根，要给他们众生人哪怕只有一点点善根，我们讲不以善起来而不为，都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做嘛。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要跟让他们要会计较功德啊，这个这样子，这个菩萨为什么我们跟你讲就是这样子，学人会讲，你看从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去拉那些愚痴的计较的这些众生，他一定要这样子，对不对？你不能讲啊，本来无我自有存来，那他糟糕了，是不是？哎，他我哎，那不然不成功的。所以你到那边去，绝对不可以跟他讲说啊，达摩难道骂两领地啊，说你盖庙啊，施无功德啊，那也可以啊，是不是？不然我们在我们道场说的，因为在讲说要盖常德道了，要讲说盖光会，然后大家在说的时候，等着等着枪，你等于上来说，哎呀，这个盖这个哪有用？对不对？当初达摩骂两领地，大家都过来了。所以马上跟你轰下台，这个不合时机，所以你在那边等下晃，等下抢你，甚至你还要带头，是不是？还要掉下去，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要带人，不是都要请那些私主地方来吃饭吗？就是要这样，然后大家签，那喊，那的话喊这样，啊，你搞你搞，哎，输人不输阵嘛。其实就是还是利用你众生这个心。这种比较计较的这种心，是难处的那些，你才引导他向上，引导不知不觉他就向上啊。所以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心理回答，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他本身其实他不会这样子，本身他不计较功德，但是他要告诉人间要有功德，所以他本身什么都可以舍啊，他已经都是这个抛开舍业，对不对？已经都是舍身办道的一个和尚，他怎么会去计较这一些事情？但是他要引导众生回来布施，你看那个成绩就是这样。他本身你看他什么都不要，是不是？到现在还是生活还是很艰苦，但是他你看他能够带动大家，从以前一块钱，他当初成绩就是一块钱，他告诉你一块钱，每天一块钱，每天一毛钱了，当初是每天一毛钱开始的，这样的发展变成一个成绩，你不要小看这个一毛钱，这光很大，是不是？因为这个一毛钱太厉害。到菜市场专门去搞耳挖上一毛钱，你就可以上天堂。那一毛钱是他就要包那很多，最低那些的过来，就是从这里面开始变成一个成绩功德。所以你这里面他自己已经舍掉一切的业障，但是他斤斤计较，连那一毛钱也告诉他耳挖上要计较，就是这样。这个叫事行兼贪呐，这样你可以了解到这个菩萨道。所以他事行毁尽而安住就定。我们有时候要放下身段，甚至啊要到这个一些场所去，对不对？五天要多天啊，你要跟他们谈，要跟他谈真心啊。他就在那边上班的，有的人在那个地方上班的，啊，你不去跟他捧捧场，那怎么可以？所以你为了去度那一些。你甚至还要去捧场一下，是不是？哎呀，阿伯，是不是？所以要去捧那些场，你还要去给他献花，那个某某等传师聚会，对不对？第二天他就回来认识，他就很有面子。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奇怪，这个人怎么到那边去？因为我们误会他了，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人家的这个内心的。对，他好像是事前毁尽。好，就是哎，奇怪，他怎么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啊，奇怪，他怎么这样？对不对？他只是要去避免而已。所以他安住见罪，所以他这个人其实他乃至一点点小罪，即使他连一点小罪他都不敢犯。我们讲心地无灰，他安住的守住的是他的心罪，是不是？连那一点小罪都不敢犯，何况这个大罪？但是要被度化众生，你看济公把人家的心来都抢走。那这个如果讲起来，这个不是，这讲起来是毁尽的。和尚要背着一个新娘要抢，你看这里面有道吗？抢的那不是道吗？啊，背着新娘这里面不是有银吗？对不对？这里面很明显，那当然他就是为了救那些人。啊，不然不然地理上，那山把这个背下来，是不是？所以他，我们老师当初他的内心其实，对不对？一片的青天白日。光光寂寞，但是有时候不是要这样的轰轰烈烈吗？
好像是吃的果肉啦、喝酒啦，我们大家看起来的自动就变成这样子，是不是？一般和尚回来还骂他说自动不守清规，但是他已经得了佛法的无上大法，是不是？吃的吸食，他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里面是菩萨的不可思议。好，然后四行称谓也想称的，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叫做金刚怒目啊，啊，有的人你跟他讲他都没听，所以有时候有人大声的，有人嚣张一定得嚣，那嚣张你不能用一般的话跟他讲，这个叫做不可理喻啊。那嚣张看怕，你讲的，对嚣张的时候，我说要扒起来，你看起来他不是要扒起来。这里面是很残忍的，但是在那个精神病院的很多医生，他可能就是要这样子，是不是？不这样也不行的，不这样不行的。所以我们了解到，在这个菩萨当中，我们看这个华义祖，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华义祖？那华义祖都是那些武将，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些那个苏东坡啦，或者说观世音菩萨，或者说这个韩湘子？那种来当王子，啊，没有人怕他。所以你看，学校还是要有教官，还是要训导这些，就是这个意义，是不是？所以这个教育各方面的，啊，各方面的，观音菩萨来当王子，那好的，那这个太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了解，他虽然好像是称的，你看他华丽主要好，你等定量给加了，是不是？你看看，先来看。那我们老师们嘛，就不断的看，哎，老师们，那动都要动，不能太僵硬，是不是？因为我们成人不会这样，那成人都不要说，那些老师们要动动，哎，没有，现在成人在动僵硬，还要哭啊什么，我们说这些，要看到成人的位置，本来老师们骂一下想跑了，成人出来要讲讲话，要说话，但是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每一个字。好像那个钢啊，那个铁当初要变成钢就是这样，新出来都要用最轻的，阿个来搞工，阿个要弄点成钢，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好质量。老师你们判还是边判？因为那个老师你心里有没有在？其实这个判来就阿个在道歉。那个上次去日本人，然后日本人被他骂的，实在是日本人好好的呢，光正的不得了，他们讲了，他们的礼貌又是最周到，我挑不出一点毛病。他不出一点毛病，阿哥，没，阿哥那瓜那，啊，这个到底跟谁是像啊？阿哥那个，一直求一求，然后讲给不同人说，我跟你就是故意骂他们，要讨厌他们，那就不能不接受语言，因为语言不通。这个原因呢，按照什么评判？啊，我们就是讲好，都是讲好，那他没有活活，没有活活，所以在这里面，他其实他是很持久的，所以事行懈怠而勤求功德，好像有时候他是放给我们懈怠，就好像，譬如说我们在一个班，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道场太多太多的事情，是不是？那太多太多，像现在各级分工，啊，这个主判啊，很多很麻烦的这些事情。那很麻烦的事情，有时候你说那你前面的这些，那你本身是怎么不能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啊？那为什么都是指向那个人走？所以好像是他懈怠这个事，那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道场太大，对不对？他要让大家有机会动手啊，因为这个动手的事，其实他以前都动过了嘛。对，如果他现在他一定要每一次都是。那个华为都还要等程师真正要从好地讲贡献，不等于是少等胜。我看你这样的话，那这个上面这个班的运转，我看你也是很麻烦，是不是？所以个人有的人是看得到，哦，那有的人是让他们在每一个岗位上，各个螺丝都能够发挥功用。所以我们看起来他好像没有事一样，是不是？谁来没事？真正一个上轨道的一个管理也是一样，好像看起来是很轻松，那，啊，其实他底下运转的很顺畅。这个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叫做虽然他事行懈怠，其实他是勤修功德，他认知在知，那可能就是对他内心，他注意的是他内心的涵养德性，是不是已经是在这一个立德无人之家，所以他事行乱矣而成乱变，就好像我们很忙，这个乱变就是好像我们打一场好像很忙，所以一下子要这个，一下子要这个，
他就很忙，但是在这个忙中要不会忙中有错，是不是？这不简单，你看一下子我们都要500个人吃饭，啊，突然间变成800个人吃饭，啊，一下子说12:30才要吃饭，一下子改，啊，说提早要11:50就要吃饭，这不会简单的。我们在一个华会，你看，所以让你们要很乱。但是你看，在华会能够这样的煮饭给大家吃的，是不简单的。所以每晚每公他们啊，好接啊，他们这礼数啊，他们不一样啊，那怎么做？每公不一样，都要人家都会礼数啊，那种。所以这里面，这个禅定是什么禅定？所以我们今天去修禅定是在乱中。我们以前那个蒋经国先生有一本叫做《风雨中的宁静》，有没有？他说有一种宁静是好像是表面上很宁静的宁静，但是有一种宁静是一只鸟来到瀑布了，然后在瀑布的这个冲击之下，然后一个四肢的鸟竟然能够在那个瀑布的冲击下睡觉，我还不敢当。对不对？你在老虎的两只老虎旁边，你还能够睡觉？我这边动起来就变另外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好像有乱，但是乱中有变。就是我们像我都是常常，因为锦州都有时候事情太多，变动太多，我都跑到哪里睡觉？我都跑到那个股票市场去睡觉。那股票市场那要一个礼拜，那边提，那还有咖啡可以，那边请那边点。所以我都常常跑到股票市场门口。因为在那个，因为股票市场里面，那不是最乱的地方，变化莫测。就是你们都在那边，就能睡着。因为我们有手中有股票，他们乱，我们不乱。这个就是这样。你在那边修禅定啊，这样的变，那是真正的啊，有功夫。再来呢，事情一次而到，这个而通达世间的，在以上所等的就是六度波罗蜜，必须成就人欲渐渐参与智慧，有没有？在这里面成就六个波罗蜜，所以这个六个波罗蜜是逆行。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当然是破愚痴，那我们讲的这个愚痴肯定都是有我啊，有我执，最大的我执那就是愚痴嘛，是不是？一个我执我慢，那就是最愚痴，所以。那我们真正讲到的这个真正的智慧是一个什么忘我、功而忘失，一个无私无我的一个精神，一个无私无我。而且我们在一个无私无我的精神当中，有时候我们还要有提倡这样一个我的观念。你看，我们今天在道场，道场不是要大家无我的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无我当中，我们刚开始为什么说我们还要有一种叫做无我爱我弃？我们在弃里面的这个中立观。这里面你看，我们陶冶，一讲到陶冶，是不是？这里面三个每次都陶冶啊。那我们新庄啊，他们板桥，所以好像他们板桥的都是希望板华会到板桥来啊。新庄希望这个新庄，就好像是很愚痴的，不是都为了我吗？其实这个虽然他表面上好像有一个我的观念，好像是这样起，但是他是因为他的责任所在。其实这个点上是，并不是说他真正有那个计较。啊，说我有这个分别，并不是说我是陶冶的，不是板桥心中有分别，不是。但是为了要带动，为了要带动大家那种士气、那种冲，为了要华会多一些人，为了大家能够多参与，是不是？所以他才说我们要喊嘛，是不是？要喊，好像呼口号一样。所以这个样子，是虽然他有这种表面上是有一个我欺啊我，是不是？我一定要成功，我这样想，那是在这里面。并没有最为自己打算，完全是功而忘失的一个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以这个叫做愚痴智慧。所以他通达世间、出世间的这种智慧，因为他已经渐渐的出，他的心呢根本就是再蠢的愚蠢，就是连身家都忘掉了，连他的太太儿女都忘掉了，多少人都是真正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他哪里会在计较这些事情？连身家都丢掉了。哪里会怎么会去计较这个功德？不会。但是你为了要引导众生，你还是要讲功德，是不是？还是要大家正功果果，就是这样。啊，不然你说这些千人队，他们都抛家舍业，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还是要讲，要讲，我一定要成道。所以你看，成人他讲啊，我们一定正在成道。那你讲的那个是很愚痴吗？那还要成不成道？对不对？他成道不是还是有这个界限吗？那就一定要这么说吗？是不是？这样子才能够带着大家向前冲，所以你看他能够要成功1994，大家喊口号，他还喊这个口号，无非就是要引导大家
他有这种功德，其实他本身已经是出离世间的这种智慧，这以上都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六度波罗蜜。然后呢，信贤禅为而善方便，我们讲这个叫做善意的谎言呐、啊。那本来是禅，这个禅本来是一种啊不实在的吧，是不是不实在？我们讲巧妙是啊，可能不通。但是我们有时候要一种善意的一种鼓励嘛，我们要鼓励，为了鼓励他，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啊来称赞他嘛，要来赞美他。所以这个是一种方便，告诉他你要你可以，你可以。比如说他站不起来的，告诉他你是可以。你要试一试，再试一下看，是不是？好像就缠着他，其实不是，是一种方便，让他有信心。因此呢，随之坚毅啊，而善方便，随之坚毅啊。其实他是合乎这个经典，事前交办，而与众生犹如敲打。有时候我们呢，啊，好像不会是跟人家那么样的，怎么样？这个我们在社会上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应酬嘛？啊，很多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帖子很多，是不是？那跟这个帖子的、黄帖的、什么白帖，如果你要跟这个打这个对的，我那是个越当然是有越好学的这个，那个去被安高了，去被北高了，没什么作用，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前面，现在我们就讲，就干脆就是什么都不去了。对不对？什么都不去，哪个责任他都不去，所以这样讲话好像就很骄傲，对不对？哦，那我铁定我要有功德。但是正因为一个办大事的人，正因为真正一个整个掌握大方向的人，他不能够像世俗的人一样，对不对？那世俗的人每天都来的都喊一个这个红铁锤白铁锤，好是有钱有义。其实我们讲这个叫做大道无浅，所以大道无浅的意思也就是没有这种私情，好像没有这种私情，但是虽然没有这种私情，其实他关心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情大义，是不是？是关心的我们整个众生是不是能够啊上天堂，是整个能不能得救，他关心的是这一点，而不是说你今天去不去这一点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表面上好像他不理睬你，对你的这种事好像不关心，其实他不是不关心你，他是关心的那个大事，所以他是要当上天跟人间的一个桥梁的人，是不是？当我与众生的一个桥，他处处都是来给我们方便，搭起我们邪道各种邪道的一个管道，你处处来成全我们，是不是？所以表面上虽然好像没有这么样跟我们的心寒硬暖的啊，不是这么样的婆婆妈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他有点大而化之啊，正是因为他的大而化之，所以他在这种小节方面他就没有办法，对不对？那种障碍是怎么回事？所以信贤之烦恼而心常清净，你看这个菩萨他的烦恼很多，烦恼很多。我们一般的众生是烦恼自己的家庭，所以烦恼毗卢遮，烦恼阿罗尼，烦恼娑婆诃，娑婆诃僧。反正也走过超过云层，这个然后走的是阿赖耶，就是很多这些，这个就是烦恼。但是这个罗汉他就没有这个烦恼，他已经断掉。但是真正的菩萨他烦恼很多，是不是？你看我们前面烦恼很多，他口水烦恼也很多，他的烦恼，所以我们讲看中文也是烦恼很多，是不是？要破天下诸恶而有，要先天下诸恶而有，所以他烦恼当然很多。所以我们看弥勒菩萨，他当初就是不断烦恼，不了生死，不修禅定。我们一般人当然都是要断烦恼，但是弥勒菩萨不断烦恼，弥勒菩萨不了生死，因为他一直要度化众生，大度人有，他不修禅定，一般人他要入定。你看有一个星云老和尚入定120天，是不是？你看我们120天，我们前面可以干多少事，哪有时间去入定？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虽然好像表面上事情很多，好像很烦的事，每天很烦的事，这个是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来，这个事要处理，那个事要处理，但是他的心比较不明，对这个道场的推动，要讲什么事，要办什么事，清清楚楚。因为你看前人的，我跟前人开会，那第一次开五天，那开五天，他到了第五天，对于第一天讲的什么事，他清清楚楚，我告诉你们，等到五天，不要怀疑。这个内心的这种谦谦，对这个事情的专业性，确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表面上好像烦恼很多，好像事很多，是不是？但是他的内心的谦谦。
才能够恶欲，这个莲花就在这边练锻炼出来了。所以四欲魔，四欲一魔而胜佛智慧。所以我们有时候真正的这个在整个的佛道当中，没有所谓的佛，也没有所谓的魔。就我刚才讲过，就好像没有所谓的白天跟晚上的分别，在整个的天来讲，晚上跟白天都是一样的天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有的人说讲万教齐化，那有的人有的说我们要这个阻挡我们的道心道德的跟着这个法轮去，其实我看这个都可以不必这么样的夸，是不是这样？因为各有因缘，其实任何宗教啊，任何人家他都有他的使命，每个人都有他的任务，共有的任务的境啊，都有他的职，都有他的这种使命，是吧？都有他的方便，都有他的方便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才是正的，人家都是什么魔，都是什么神啊，这不必这么样的啊对立。所以宗教，其实宗教最主要是一个心的一种广大，你让一根吃的吸食，这个修行，这个宗教，这个假的一个道场，其实这个宗教还是一个假的，一种皈依，是不是？其实最广、最重要的教诫，还是让我们的心吃跟吸食，如同虚空一样一样一样，这个叫做泯乐。所以在泯乐的心，它为什么能够大？是因为它百川同归大海，在这个大海当中，它已经不是分说这一条河是清的，是长江来的，是淡水河来的，是什么浊水溪来的，是这个臭水沟来的。所以因为这样，它海它成为海。所以讲泰山那时候能够太成为泰山，他不是说选择那个泥土是最好的，他才养不养，对不对？乐色报道的，你把地震说，你看那个内湖那个乐色，久，他就变成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叫做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在这边，整个人的心量的一个圆满平等的话，我们好像看起来他是在魔界，看起来我们是在一个逆界，看起来我们是跟这个黑道。好像这个黑道一样，你不跟这个黑道的相处，那也不行。这个我们前面最近在跟我说，我们到海外有几个黑道比较好，是不是？有几个黑道，我们好像把他们勾一勾一样。那万一有人来骂我们，那怎么办？那欧德湾怎么办？是不是？有校长来一边嘛？欧德看看你有没有？欧德看看你有没有？你看那个皇帝的什么那个什么旁边很多人在保镖，欧德去谁？是不是啊？你说这个黑道他是不是都懂？人家那个大老板都有要请这些黑道，那个安呢？所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黑道它是存在的，这个就是真存在的，它没有好坏。所以在整个天地当中，没有好坏，是吧？没有好坏，世间一件存在的东西，这个蛇啊，你讲蛇嘛是存在的，那个那个亚当嘛是都存在，是不是？你说它好不好？有时候可能就很有用，可能它药材里面，它可能就需要这种东西，是不是？没有黑带，色丹的药，没有黑药带药，没有这个药，没有好药，能够治好病的药，这就是好药。所以这个道没有善道恶道，是不是？没有白道黑道，能够让我们成就的就叫做好道，真的就是这样。所以邓小平讲，不管叫做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就想想，管它黑猫白猫，要看你有没有。所以这样加起来，能够让你成就的一切，顺的、逆的、逆境、顺境，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讲什么叫魔道，逆于魔道，对不对？你看，像秦桧，又会遇到秦桧，那好像秦桧是扮演的这个魔道一样。但是讲实在话的，又会应该感激秦桧，要没有秦桧，又会哪里能够有这样高的荣耀？这个很实在的话，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边，你说谁到底是谁是好？我转过来，我就很同情这个秦桧，是不是？他牺牲他自己，为了成就业绩，他还是撑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还要牺牲，对不对？所以你等到你在称赞岳飞，你到西湖的时候，你应该回过头来看那个跪在岳飞坟墓的那个秦桧。那小都常常有那种叫做弱的正将，要来攻打这个魔将，有没有？啊，你看那个张无忌就是这样子，大功的一点，大概是围这个张无忌，约他们，啊，说他们是魔将，说他们是魔将。那其实你转过来，这个魔教谁是魔的？怎么讲？因为其实魔都出在少林寺里面，很多啊，所以在
在小说里面，金庸里面的很多小说，很多走火入魔的那个和尚去走火入魔，是不是？就这么一个人，有那个带头老大，那和尚，是不是？和尚是带头老大，他表面上很慈悲，其实他是带头老大。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世间上的这种忠贞，世间上不是让你随便贴标签这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你说过去说哥巴金是魔道的头啊，魔道的头，但是有一天诺贝尔和平奖是他，是不是？所以你说谁是佛，谁是魔，就拍动，不能这么肤浅。你看那个，对不对？以色列跟那个。八九不是打来打去吗？看起来好像是恐怖组织，那其实他就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拿完一个别，是不是？那个阿拉法特夫人得到诺贝尔奖，所以一边又在一边和平奖。所以你看世间上和魔是和平的，不一定是每天在讲和平的人才叫做和平，不是在那个传教士里面，是不是？有时候像那个德雷达那个修女得到和平奖。但是有时候是在战争里面的那个双方有那么一天化干戈为玉帛，因为他们一个人能够影响世界，是不是？所以他这个魔虽然他在魔里面，他能够解化这个魔道。要不要哥巴金？那整个苏联、整个东欧怎么会这个柏林的围墙，你用美国的力量拆不了，对不对？哥巴金一句话，柏林围墙就拆掉了，你连都拆不了了。所以可见，好像他西施借将，所以他递那个酱油来不是简单的，他有使命的，他有很大使命来到人世间，对不对？等到他完成这件事情以后，你看他还下台，是不是这么简单的？牺牲到底了，他自己下台了，还被出卖，他是视线一个大菩萨的一个视线。所以他讲世界于我，但是他视为佛的智慧，还是人类何等冷战能够解释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可能以后的历史可能就是哥巴金，真的。你在找谁跟他比都没有这种能耐，是不是？竟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共产世界这样的一下子这样子瓦解，这个就是好像神话一样。到这里面十年前谁敢，不可能想，连美国总统都不敢想这件事，不要说我们一般人，连别人都怕他怕的要死。讲实在的，大家都很怕苏联的人，很怕的人，他真的有办法吗？我就跟对这和平使者，是不是？这个智慧是魔道，有圣佛智慧，所以不随他讲，他其实是念念都是佛。所以虽然在声闻当中，四日声闻而恶众生说恶因，哇！现在我们就在讲菩萨又大，因为他要顺应这个声闻弟子、罗汉弟子，所以他要跟罗汉弟子要在一起，还是要跟他们在普及又大，还要跟他们参禅打坐，什么都要，是不是？来两边做回事，那些爱。但是他能够在这个和尚当中，跟一般的和尚当中，他能够告诉他们一些。他们所没有听过的，是引导他们回小向大，对不对？你不知他们这个小圣弟子怎么引导小圣弟子回小向大，是不是？好像有一天我们要到泰国去当和尚，你要去，你才可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你到辟支佛里面，而能够成就大悲，教化众生。我们知道辟支佛他讲的是修十恶因缘法，他讲的是了断自己而已，是不是？但是你现在在辟支佛当中，你回向大事。以大悲心，把六地波罗蜜啊来行的这个教导众生。我们现在到贫穷的地方去，好像很贫穷，表面上我们很贫的、啊，所以我们讲贫道贫道，所以表上很贫穷，但是我们有方法，有法。我们今天在道场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外表都是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有妙手妙法，有保守可以接引众生，救众生上彼岸。所以你看到最贫穷，那原委是最贫穷，积在落下。但是原委2000多年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以原委为他的一个楷模。你受到挫折困苦，我们中国人以前在这10年寒窗来苦地的时候，可能你都要想起原委啊，那你的信心就有。你再穷，比不了原委啊，
对不对？所以原有的这个穷啊，也是穷得很可爱，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要到丐帮去，而且对方丐帮的，对不对？像济公就到丐帮去来通，因此他要保守啊，来戒引众生。然后事力行禅而寄之向好，有时候你这个行菩萨道要外表上好像有障碍，这个叫做智，这个有没有六根好像不齐啊，好像就这样子。所以也只有我们的不齐的这个人，然后你才能够到那边去代表他们的团体来说话。所以现在不是很多的这个叫做禅障团体，像有一个叫做圣林子，圣林子有没有刘霞，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个刘霞圣林子，他就是四力行禅，因为他四力行禅，他却具足相好而以自庄严。你看他写的那个生命之生命之歌，他可以带给多少人的希望。所以很多人的这种啊、这个人生没有希望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刘霞是不是啊、难道你想想他所讲的这些话，确实会燃起对男女很多因男女这样的一个希望啊、最近不是有一个叫做习中雄嘛，也是立法委员，也是残障啊，残障的立法委员去台中县选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去，他就到了立法委员去，然后他就在带着这些人来立法，立这个叫做残障的福利法，让台湾呢、确实对这个残障很多我们没有照顾，比如说停车位。那外国的残障专门停车位很方便给他们，他们这个走道啦、过路啦，很多啊都是要为残障的一个设想。那我们台湾也有比较，你看有一些那个路现在都有，对不对？路中间都有那个引，那个像这个下来的，都有为了这个女的方便，还有为那个盲者的方便，他们铺的那个砖道都不一样。我们到了那个地下道，不是可以去摸吗？摸那个有残障的，要一步一步去走。如果要没有残障的人来提，那谁为他们讲话？真的要有他，我们一般人就不会去想到他们，因为我们想不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真正能要想到这个眼睛瞎的，这个很简单。我们大家闭着眼睛，如果你闭着眼睛走路走去那边走到了，那你就知道这个眼睛瞎的痛苦，是不是？所以菩萨他四行这个禅先禅，但是他的既有三十二种好相，具足相好，以他的德相来庄严他的法身，是这样子的。好，四力下贱而生火种。我们好像因为他们以前这个印度，他有这种种姓的，有这个叫做贵族，有的到奴隶，所以我们好像到了这个奴隶的这种贵族。有啊，像十大弟子里面的优婆夷，他就是奴隶的。但是奴隶他才帮释迦牟尼佛剃头发，然后来因为这样子，他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成为他十大弟子当中，是不是？所以他虽然在下贱当中，好像是一个奴隶，但是后来他能够生于佛种性中，进行生在佛门，生在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这个佛法，是不是？在里面还成就十大弟子。就是这样，他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让后来的人都是一种楷模呢，让大家都有一种希望。我们以前台湾还有一个叫做郑通喜，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叫什么？汪洋中的破船，我类似像那种，那也是跟他讲闲禅，我要讲圣林子，应该讲那个郑通喜，是不是啊？那个也是一个，当初不是得到那个什么杰出青年奖吗？那也是不简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菩萨的示现，不可思议的菩萨的一个示现，来教导各种的众生，各种的众生。所以他四入淫乐丑陋，但是而得那罗尼子。